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呢，我非常想吃巧克力蛋糕，然后呢，本来就要拍一个迷你厨房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在厨房里烤蛋糕好了。问题是我没有烤箱，怎么办呢？滴滴，我拿这个夹板当烤箱做蛋糕吃，走。MiniVox 迷你锅，首先准备一份黑巧克力切碎，然后烧热水，隔水融化巧克力，趁热再融化无盐黄油，整体这样光滑细致就可以了。去掉热水，加入蛋，再放糖，这是我最近新买的粉色糖，搅拌均匀。记得准备大碗，容易搅拌。加入自发粉或者低筋面粉，优美的过筛。差一点就不优美了，快浮起来。同样搅拌均匀，也是要光滑才可以哦。接着拿出我的迷你蛋糕模，留一点点位置，烤的时候会蓬起来。这下需要拿出我的烘烤工具了，设置到烤蛋糕的温度。激动人心的时刻，为什么会抖啊？为什么会抖啊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狂抖一分钟后，终于停了。抖的时候就蓬起来了，虽然过程奇怪，感觉能烤熟。看我烤第二颗还会不会抖呢？完全没事吼，真想不到 Y 这么神奇，要点赞啊。两颗出炉，尝尝吧，来，爆浆流星给你吃啊。